华尔街传奇人物麦可罗区，他是唯一连续15年创下年营业额100%成长的纪录保持人。2009年，股神巴菲特高价买下他的钻石事业。想知道如何年赚2.5亿美元吗？秘密将在2017年3月唯一的一场盛事公开。Coming soon。